你好啊，在看影片之前，还请各位神手帮我点个订阅、铃铛以及爱心哦。凯格路士在这一版改版之后，变得非常非常的强势哦。简单来说，凯格路士在后期就是一个移动的凯撒，超猛啊！所以各位，如果在战场上看到有人选凯格路士，请不要质疑他为什么现在要玩这只笨脚，他现在可是威猛的、啊。清明连假有一场，我们有人玩凯格路士，我们队友生气气说干嘛玩这只很烂，就在那边说你玩凯格路士的话我就戳，然后最后就选牛魔王来闹，然后整场在那边该该叫，本来可以赢的都被他弄到掉心了。拜托你好不好，连假出去晒晒太阳吧，别来这边闹事，不然就去多看看比赛。现在有打传说城市赛，之前的香港场有选手玩凯格路士屌爆，好不好？凯格路士现在是一个会被 ban 掉的角色哦，所以就知道他有多强。那玩凯格路士可以有两种玩法，一个就是打野凯格路士，一个就是凯撒路。那我走凯撒路的话，我通常都会带制裁，主要就是一直农兵，然后农小野怪。凯格路士的发育不是很快哦，他比较属于中后期的角色，所以需要有一段的时间来发育他的装备哦。这时候蝙蝠侠有在附近给视野哦，那我就直接绕到兵后面，把女超人卡在家，不让他吸兵的经验哦。这边我就直接定格在这边哦，用屁屁朝向他。他看了一下哦，想说我怎么都不动，没啦，我没睡去啊。我就继续卡着哦，卡在这边，不让他来清兵。他如果敢靠近哦，我就开启二招跟他换血。这边一样哦，我又继续卡在门口，不让他靠近兵。但这次我比较给予尊重，我用侧身盯着他。这样一来一往，他就少了一些经验跟金钱。这边我们两个人哦，定格在这边哦。你没有看错，我没有按暂停哦。这时候对方兵线来了、哦。那我也看到焦二出生了，我就先去把焦二给吃掉，这样对方没有吸到上两波的经验还有钱，但我都有吃到。然后呢，我又有野怪的经验跟金钱，这些小细节就是让你跟对方有经济落差的时候、哦、这边我把兵线清完了、哦、然后也注意到我们的蝙蝠侠一直在中上做支援哦，他们在那边四打四打得很激烈。那我这边呢，就是持续的把野怪给整理，整理完之后呢，我一样回到线上哦。那我一样走到他家门口，哎，发现怎么没有人啊？人呢？这样我自己一个人在这边有点孤单啊。奇怪，他人去哪了？这次我是用正脸等待啊，但怎么没看到人啊？哇，还以为可以持续的跟他相望，结果。那些已成的回忆，哎呦，那也突然从草丛出来啦！这边直接跟他一个搏斗哦。但你可以看我右下角的按钮，我主要是想把兵给清掉哦。结果他直接放大招敲我啊，还两段位移直接过来，哇塞，哇这个不行啊，要开大招逃跑啦！他补血回来之后就整个怒火啊，把我往死里打。但我这边还是没有要回家，开启二招打个焦二回个血。啊！不要逼我，不要逼我，我要吃焦啊！让我吃，我要吃焦啊！制裁碎啦，吃完赶快走，他一定很恨我。这边没血哦，就归在塔下啊！不跟你打。等待兵线靠近的时候，我再开启二技，然后慢慢的把血给吸回来。那这边往上靠，哎呦腰虚哦，躲在草丛哦，被他拉到，立刻开大绕跑。差点被打死掉，你以为我要走了吗？没有，继续上来再吸野怪，又把血给回到快满两格喽。这边他一定想说，靠，我怎么一直在这啊？这边我一样继续归着，哎呦喂啊，又被拉到，这边一样归在塔下清兵哦。这边我们莉莉安下来支援哦，那双方在搏斗哦，我也赶紧跟上，但我跟上只是来吓吓他而已。
我又要继续吃我的野怪了，一样开启二技开始吸野怪，慢慢的把血给回上来。其实我边打的时候还是有注意小地图哦，看敌方其他人的动向，不过觉得有点危险，还是得回家哦。这边一样哦，清完兵线，然后看看小地图，哦，他们都在上面打架，有需要我帮忙吗？没有，那我就来吃野。吃完野之后呢，一样，然后回到线上把凯撒路的人给压住，清完兵线之后再看看有没有帮忙。好，没有，再吃野。凯撒路没有打架的时候就真的很无聊，但是你必须要知道在每一个时刻你要做什么。第一，绝对是先顾好你的兵线。第二，有机会就支援，不用支援的话就去吃野冲经济，绝对不要一直在线上等兵来哦，要一直积极的去找事情做。这边我打女超人已经蛮痛的哦，那兵线已经进去，但我这边不急，塔杀的话还是有点危险，一样继续吃胶啊。这边看到刀锋来哦，那我就直接归塔，我也不跟你打，反正凯格路斯的信仰就是咱们后期见。那我这边装备我会出撒旦之风哦，主要是增强凯格路斯可以在线上的续战力。这边往上探草哦，女超人看到我直接逃跑，那我这边也是不客气的再吃掉一条古龙。清完一样回到线上哦，这边比较奇怪的是没有看到女超人啊，那我这边把兵清完就直接进塔了，这时候他冲出来防守了，但我不怕，我已经浓到可以出关了，直接开大把这个塔给拔掉，这边就直接跟他趴了起来哦。那因为我有吸血的装备哦，所以我是根本不怕他的，贴着他把他给收下了，也用这颗人头表示我已经正式出关了。那这边上路还在干架哦，我就直接再把第二座塔给拔掉。拆完之后呢，就把对方的野区给整理一下哦，计算一下哦，我在前期做了那么多无聊的小细节，在刚刚的那段时间得到了强大的回报哦。我收了一个女超人，拆了两座塔，吃了一只小野怪跟对方一只蓝 buff， 在短时间我又吞下了这么大的经济哦。这时候要一挑一或者一挑二，我敢讲应该没有人打得赢我哦。这边我来中路帮忙整理兵线哦。在物理攻击方面，我觉得目前我是扛得住的，但因为对面有莉莉安，他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法师，那我这边直接先选下仙灵，优先的补足我的魔防。我看了很多人玩凯格路斯哦，他会出仙灵没错，但通常都是在最后一件装备才出，但我觉得有点晚啊。你装备基本的排序他是死的，你人是活的，你可以依照目前战场上的状况去补足你的装备，不要死板板的等到最后一件装才出魔防哦。哇，这边上方的状况不是很好哦，两只队友被刀锋收下。那这边看到残血的莉莉安，我要开大伤去砍他哦，很可惜只差一下他喷了三段位移逃跑。那我在这边直接跟他们两个激战哦，我有看到对方刀锋躲在草丛哦，所以我有一点故意想要把战场往下拉哦，但我们莉莉安往前走了，结果就被刀锋刷下大招直接收掉。那他要立刻再刷的时候，我直接开启大招跟他互敲哦，收下他之后呢，就有扣扣可以直接出仙灵哦。这边提醒了一下上路的兵线哦，那中路的架打完之后呢，一样继续清野怪，靠着吸血的装备把自己的状态给补回来。这边警刚刚偷射我、哦，但感觉就是在抓痒。这边把兵线整理后，直接把压力丢给他们哦。那知道他们一定会有人要回防哦，那我就立刻转线到中路，准备拔掉中路的塔。这时候双方在中路发生了一场会战哦，我直接在前面坦，直接开启二技，一直找人靠啊。我就持续挡在前面，把他们阵型卡开，让我的队友可以安稳的在后排输出。这边打完之后呢，我又到上路整理兵线，继续给对方压力哦。如果你想要靠近清兵呢、哦，我就直接给你啪啪啪。这边莉莉安想要过来打我、哦，但因为我先出仙灵了，我不怕，直接贴脸打你，打到你回家。那等到中路的兵线进来之后呢，我再顺势的再拔一座塔。
这时候我们队友有人在上路带线哦，那我也在小地图看到敌方有四支过去防守哦，我赶紧把兵线整理。这边我跟着兵线直接进来哦，快速的直接把高地塔给拔掉。这边对方两支过来防守哦，我直接开启大招开砍。这边刀锋快死掉，我直接一个一技上去，扛着主塔的伤害直接把他给收掉。这边等兵线的时候呢，把他的蓝 buff 给吃掉。接着就是分路的把兵线推进去，给对方很强大的压力哦。这边我以为队友在中路拆塔、哦，所以我就先把下路的兵线给断掉。结果看了一下，发现塔还没掉啊。那我这边就直接开启了大招，想要先把这座高地塔给拔掉，比较安心哦。拔掉的同时我也挂了、啊，这边算是一个失误啦。我应该顺出去让队友扛下塔的。像传说对决的职业联赛，只要对方三座高地塔被破掉，到目前为止是没有人有办法可以逆转胜的，因为那个超级小兵非常强哦，他们要进攻的时候都会把兵线整理好，就算攻进去的时候全死了，你要清掉这些超级小兵然后再来拆塔，这中间会拖了非常的久哦，所以高地塔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，你防守的话你一定要用命来守，那进攻的话也一样用命来换。但我自己有碰过、哦，我们把对方三路高地塔拆掉，但是我们输了。哎，三路高地塔都拆掉了还输哎！我跟你们讲为什么？当然，我们不像职业联赛是五排，我们一定会搭配路人。我们的队友射手就非常非常的奇怪，以为我们有凯撒跟无敌一样，兵线都还没有到，就直接冲进去塔要跟人家干。那当然马上被打死啊，然后攻了三波都死，都已经讲了等兵线整理好了三路兵线一起进去，好，不要说那么强，三路兵线一起进去，两路兵线一起进去可以了吧，兵线给压力之后再进去攻嘛，哎，不是啊，没兵线啊，一直去打一直去打，那就是送钱给对方啊。回到这一场，我们的经济都比对方高，我跟对方经济最高的差起来差了4000多块，我们还是稳扎稳打的把兵线推进来，然后才敢进来这样点塔，好不好？拜托大家学一下，可以 take 那些不懂观念的人，只想一直打架的，好不好？分享给他们看。兵线控得好，打传说没烦恼。我从以前的影片就一直讲兵线，兵线，兵线，不是冰淇淋，也不是面线，是兵线。新的赛季从4月1号开始到现在，我相信大家也一样受了很多苦，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，不说出来绝对会内伤，快分享给我听，来吧！也欢迎各位追踪我其他的社群平台哦。啊，不说了，我要去吃芒果冰面线了，拜拜。